只有我知道，你说不爱我的时候，就是最爱我的时候。只有我知道，你说不爱我的时候，就是最爱我的时候。吴艳丽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一生一世，是不离不弃，不离不弃。是互相凌迟的酷刑，叫他即使想起那个女人，亦不知内疚。就你当日他说不爱女儿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最爱她的时候。他已经很多年没写过小说，那一晚，我终于知道，他始终还是爱那个女人。还写我是让自己还有身边所有人都觉得窒息的女人，是悍妻、虎妈、工作狂。那天看完他写的东西，我就决定离婚，但是没想到竟然要花一两年时间。有没有想过，小说可能只是他情绪的出口，并不代表他真实的想法呢？他把所有不敢当面跟我说的事，通通写到了小说里。他对我说的、做的，通通都是假的。我是有多蠢，才会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他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推进深渊。